直接放掉。伦敦，伦敦来喽！来了，我是东哥。Happy Birthday！ 直接双 C 位，直接带走你们，站起来！一位也是要打破壁，也倒了。Oh my god！ 伦敦太帅了。虽然说可以连败榜单，他地盘真的挺强的。凯军还有李双，李双完之后往前可以再碾凯 Carry。哇 ，Carry 这个好扭！哇，下场掉了是凯军 ，Carry 还是转了。对。姑姑是带不走他的，起来之后没有问题，这是一个三打二的局面。上天之后打出了 carry 的涅槃，涅槃又站起来，还是被放倒了。李建慈进去了，直接点出爆，恭喜 One Team 2-1带走 TDG。